现场。我们请后方的贵宾进入之前方就座，我们的典礼即将在3分钟以后就会开始了。我们请在后方的贵宾进入就座，谢谢。
中山青年艺术奖巡回展开幕典礼。我们再次邀请国立台南大学幻科西学院四重奏为我们带来的开场曲目，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
谢国立台南大学的麦特西学院四重奏所带来这么好听的曲目，谢谢，请指挥这边帮忙一下。好，今天的贵宾很多，我们等一下要听到唱名的贵宾，请大家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国立国父纪念馆王文山馆长。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专门委员黄宏文专委。中山青年艺术奖评审团代表陈文龙老师。台南市议员蔡玉辉夫人陈燕如女士，乡县艺廊馆长吴珍慧馆长，立法委员赖慧媛秘书林景丽秘书，台南市议员李宗翰特助蔡世恩特助，台南市议员沈家凤助理蔡中文助理，台南市议员赵辉元助理、吴纯佑助理，谢谢你们到来。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贵宾致辞。首先我们要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黄宏文专门委员，我们致辞，致欢迎词，我们用掌声欢迎他。高兴也非常荣幸代表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市长还有我们文化局陈修成代理局长来参加今天的开展。那刚刚听到，就像刚听到的精彩的演出，青年真的才是我们的未来。我想这些青年音乐家的精彩的演出，包含这一次我们的中山青年艺术奖来到台南做这样的展出，那是非常有意义。那首先当然还是要感谢王馆长跟我们国父纪念馆，其实这几年来，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台南市杰出艺术家的巡回展，他都到国父纪念馆展出，那也承蒙国父纪念馆这边非常大力的协助，非常感谢馆长。那甚至于今天终于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馆长亲自带了我们这样子棒的演出，这样的展览来到我们新营文化中心，所以再次感谢王馆长。那其实疫情现在已经慢慢的趋缓，而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我想这不是只有台湾，而是我们全世界都受到这样大的冲击。那但是我们身在其中，当然都看到了很多生活形态上面的改变。但是有更多是我们好像没看到的，其实这些反而是透过艺术家的眼光，艺术家帮我们做了很不一样的记录，然后甚至于他也帮我们看到了未来该怎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艺术真的是我们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方也好，或是一个出路，或是给我们身心一个舒缓的一种解方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很难得，真的在新营能够看到我们这样国家级的中山青年艺术奖来到我们这边展览，所以也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多多帮我们做宣传，然后当然希望这次在新营能够有非常多的市民能够来这边了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就在青年，所以看到这些青年艺术家的他的展现，他的创作，我想大家就可以觉得疫情这段时间之后会更有希望，会觉得更快乐能够面对这个世界。那今天最后还是谢谢国父纪念馆带来这么好的展览，那也谢谢各位贵宾的出席，那祝福我们的展览顺利成功，然后我们的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接着我
们要邀请的是评审团代表优化类的评审陈文龙老师致辞，我们用掌声欢迎陈老师。冯馆长，还有黄委员啊，刘明轩啊，那个议员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艺术家朋友，还有观众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午安。这一次我跟黄委员，我说是我们两个很重要，因为贵宾就是我们两个。讲话是我们两个，所以我们用轻松的态度啊，而且台南我们吸引的地方，今天天气非常好，所以我们用愉快的心情来度过这个美好时光。那首先呢，我要肯定一下我们国父纪念馆，尤其在王馆长领导下，我们的团队啊，我们组长还有一些馆员。很辛苦，从台北下来，而且馆长这一次还亲自下来，所以可见他很重视这一次的展览，也算是我们新营地区那个也很有福气，可以看到国家级的作品在这里展出，所以希望大家掌握这个机会，好好欣赏，所以除了肯定以外，第二个我要讲一下评审团。评审团我代表来讲话，当然要讲评审很公正。我们评审当然是在台北评审，我们评审经过初选还有复选，都是经过很严谨的过程，投票讨论，所以产生的作品绝对是很公正很公平的好的作品，所以代表评审团在这里就是讲很公正，我们产生的作品非常优秀，所以欢迎大家今天好好的欣赏，谢谢我们新营的工作团队，文化中心，还有很高兴见到我们国父纪念馆的团队来这里，谢谢大家，祝我们这一次的展览非常成功，谢谢。谢谢老师。接着我们要用掌声欢迎国立国父纪念馆王文轩馆长致谢词，我们用掌声欢迎王馆长。因为王老师已经直接把麦克风交给我了。好，那我还是一样要跟大家打招呼哈，王传伟，然后陈文龙老师，还有在座的议员的夫人，然后还有议员的代表们，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很荣幸啊，跟国父纪念馆的同仁一起来到新营啊。那刚刚专门讲就是说，台南市新营区现在叫新营区啊，我还是习惯叫新营市了。那跟国父纪念馆的渊源其实很深哈。我们这次非常荣幸来新营这个地方，把中山青艺术奖的作品带过来，理由啊有两个，有官方的跟非官方的。官方的其实就刚刚专门讲到，其实台南市市政府跟文化局，还有台南市的艺术家，跟国父纪念馆的渊源都很深。那我们跟台南市的合作也长期以来都很愉快。那我们曾经把这个台南市优秀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艺术家朋友的作品带到国父纪念馆来。那六月份好像还有一档展览啊。那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我们用互惠的方式，也把我们所主办的相关的艺术比赛的作品也都带到台南来。那这个是我们长期以来合作的关系，所以台南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不管是台南市或者是现在的新营区都是这个样子。那第二个非官方的是我私人的关系，因为我当兵是在关田新训师当两年，那个时候的假日跟平常的出差我常常都跑来新营这个地方，所以新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充满怀念的地方，所以我就假公济私一下，再怎么样也回到了这个地方是好地方，风和日丽，然后刚刚在青年这个演奏家的开场下面，大家会非常的开心。那中山青年艺术奖是国父纪念馆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
那近几年来更名叫做中山纪念艺术奖，但它其实推溯渊源要有十几年、二十年的历史，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在国内也培育了很多现在在艺坛上面来讲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那当然，刚刚昌荣老师也讲过，我们这个展览这个奖项啊，哈，在评审的过程其实是经过很严格的，经过了初审跟复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老师们还分两批一起来做评审，所以不但公正客观，而且在作品的选拔上面都是非常的优秀的。那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从3月3号到3月19号，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来我们新营市、新营区啊、新营的文化中心来这个地方来观赏，有三类别的，一个是油画，一个是水墨，一个是书法，三种类别的优秀的得奖作品都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我们来参赛的艺术家，青年艺术家是45岁以下哦。那其实来自全台湾各地，也当然也包含台南的子弟兵。那有得奖的作品在历年大概都有，所以这个奖项是值得肯定的。那不是老王卖瓜，虽然我姓王啊，也是要夸赞一下。那所以非常的荣幸哈，代表国健馆所有的同仁，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展览组的组长在后面，然后都是俊男美女都一起过来哈。那也要配合陈文龙老师啊，我们都要打扮得很马斯马斯的哈。那代表青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热忱，还有跟台南市跟新营区永久的友谊啊，谢谢大家，丽宇，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要邀请的是，国立国纪念馆馆长要致赠感谢状及礼品，我们要请专委来帮我们代表致赠，先生。谢谢。我们致赠的是感谢状，对，文化局，谢谢。还有工作，
我爱你。
这幅作品其实在表现大自然那种动跟静，动跟静的主要它要表现是一个动静那个，还有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大啊，但是透过那个石头的描绘，变成很单纯，主题很单纯，但是它要表现的东西很强烈，所以当初我们在投票的时候，这一张还是在那边挣扎好久，因为毕竟它只有画石头嘛，啊，需要更多的选择。啊，这一幅就很有意思了，它在描绘的功夫我们不讲，就表现它的功力啊，或者是描绘能力就是很强。但是我们要的是他在说什么东西，他在说什么话。比如说他用这种面具，他要讲一件事情，讲面具它可以保护他，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在的环境很恶劣，啊，那这个小女孩又那么纯真，又那么可爱，但是她很容易受伤害，所以她透过这个面具。约的在讲，我们透过这个面具在保护他，但是也在讲一件事情，那个面具变成一个束缚的东西，虽然能保护他，但是也是一个框架，也是一个框架，所以会变成两难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幅画，也不能只有看表面的那种视觉的悦纳或快乐而已。但是我们要深一层去了解创作者他心灵上所要表现的、所要讲的话，那他很直接的在讲，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保护的背后也是会一种束缚，一体两面，对，谢谢。那这一幅是。油画作品它也是没说什么，但是我们当初在投票这一张的时候，它在表达一件虚跟实的一个概念，虚实的概念，是那个浪花还有一个跟石头的关系，那很单纯的一个题材，那怎么样去表达丰富的意会让我们知道，所以也是有想象空间嘛。这一幅呢，就比较不一样的啊，譬如说，他透过泥人画，或者是透过恐龙，他很天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会很可爱，但是后来我们有疫情，有很多外在的，比如说他把头往上看，还有灰蝶，还有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在他头上，所以，他在做一种透过这种画面，在做一种心灵的梦想，他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宁静的世界，就是这样，哎，对对，他有自然主义，那种卢梭那个，对对对对对，哎对，所以现在年轻人他在参加比赛，他已经不是像传统的我们只是说描绘能力啦，或者视觉的愉悦，已经不是了，他有很强烈的要表达的意会在画面里。有问题也可以问啊，我们专业还没有讲到胡说，好，我们那涵养很高。我们当初在投票选这一张的时候，它其实是落选的。后来我们经过讨论，经过很多，就是我们每一次选出来作品，我们希望有。面貌多样性，表现形式要鼓励，就是
优秀作品没有错，但是最好能够多元，面貌要多一点。那、啊、像这一张呢，当初我们只是看到哦，这个是很呆板的，就是很生硬的，就是好像画这种图像而已。但后来我们经过讨论，因为评审还是要争辩，哦，要讨论，啊，就有委员起来讲，哦，比如说我们出来讲，讲到底下部分怎么样跟上面怎么呼应，为什么他要这样？所以在创作理论、创作论述里头，各位观众，你可以等一下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哦，其实他心里有一些话要讲，哦，所以他透过这种。你看一看就懂的东西，然后底下为什么又画这个？这样，他是在讲什么？所以要留给观众你自己有一点探讨空间，去想，去想象。所以我们这一章就是最后还是给他进到入围啊，这样。好，我能讲的大概就简单讲这样，因为主办单位叫我不能讲太多。我在高雄，文化中心哦，也是连续四年，就是全国学生美展、巡回展，都是我讲，我讲了，全部给学生听的啦。那今天大家都是高手在里头，不好意思。哦，就是啊，谢谢专业，谢谢专业。好好好。老师，这样子的，这样子介绍，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些是目标。哎，他是在画那个池，这个一朵边边的，哎，边边的，边界的，哎哎，边界的，那个池塘。老师，这个是方格子，是方格子，是不一样。那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哎，对。对，你如果能够讲到这里，表示你有进去看看。哦，对，那讲到有对比的方式，哦，啊，那其实看艺术品就是这样，作者当然有自己想法，可是我们由我们看，没有，就看你觉得是怎么样，对啊。然后它是放松的、漂浮的，这是。对，我的想法是，所以现在创作大半的创作，其实也不是要让你眼睛看它，它是要撞击，让你冲击，啊，让你有你的解读，还有它的解读。那你放在角度，哎，角度不一样，那就是它要的目标，对不对？好，这样对话，你可以，我可以，你可以，你可以继续当观众啦。不同的视角，哎，对，是前面的都市视角和后面的对视角，对，前面的都市视角，哎，很容易让人想到英国的艺术家，哎，比如很，哎，对，要画那种世俗都市的那种景象，那种切，稍微带一点，他用什么角度切入？对，然后后面又会想到过去我们传统山水那种山岳啊，平原高原那种，哎，那就是一种对啊。你有去那种空间，对对对，作品就成功了。对，讲的去那，对对，他要让你有互动，引发你的那个，引发你的想探讨他的，那也是一种方式。而且后面是大自然，那这边是人为。哎，对。你有感觉到说，在大自然里面，我们这人为是不是有破坏这个大自然？哦。啊，然后这个游泳池。你看，引发到大自然的保护，哦，那就是他希望观众跟他互动，产生不同的切入的视觉。谢谢，年轻人解读，有时候不同是一样的，是，哎，对，他有暗号，他有，哎，这都象征式的东西啦。他其实有话要讲，他是用符号，即使他算符号而已啦，哦，这个都是符号而已，他不是在画你家后面那一座山，也不是在画现在你看到的，他说把它当作符号在呈现。好，谢谢各位啊，谢谢。好了。